老人去做健康检查，检查途中老人不断向医师炫耀，我的新婚妻子啊，脸蛋美，身材又辣。是吗？哎，你看他才25岁，我们结婚才3个月，爱我爱得一塌糊涂的，无时无刻需要我，黏我黏得我都受不了了。而且告诉你一件事，她怀孕了，我让她怀孕了，怎样，不可思议吧？这让我想起一个老朋友，他跟我说过一个故事。有一次他在非洲打猎，遇到一头狮子向他冲过来，他立刻从背上放下枪瞄准，结果发现搞错了，他拿的是雨伞，只好架起雨伞用尽力气大叫叭叭叭，没想到狮子竟然倒下来死掉了。这怎么可能，那一定是别人干的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